有话要说，是视觉霸凌。非看不可的是视觉的霸凌，污蔑的创意。我为什么会把它教成这个样子？所以你觉得参加这个无肤日其实是价值比较好，还是年轻热血？其实他应该很有自信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对自己的身材，长得不好看脱的话，被人家攻击。美人姐如果脱的话，算视觉霸凌吗？您不容错过的养眼镜头，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，一天一苹果。